你怎么来了？沈志绍，进去讲那天，你到底为什么拒绝我？都过去了，过不去。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 我爸说，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你就拿不到金曲奖。他做得出来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，让我白白和你白白痛苦？对不起。 对不起，你总是这么自作主张，这就辞掉全部，你现在又要出国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软弱的人，我不值得跟你一起承担这些？ 你说的，是你说你要重新跟我开始，你现在把我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，你要一走了之了，燕宁。 从现在开始，只要你不让我走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可以重新再爱我一次吗？ 站上。